一個策略性投資嚟噶，立場一定冇變。但係對於咧係有否成立團隊收購東亞咧，佢又唔作評論噶。睇睇曾蔭權嘅消息啦，曾蔭權咧而家咧退咗出席 APEC 嘅，咁啊喺新加坡。曾蔭權談民望，理解怨氣嘅。其實曾蔭權咧琴日抵達新加坡出席亞太經合會議，並將於聽日咧同國家主席胡錦濤咧會面。即將推出佢政改諮詢嘅曾蔭權咧喺出發前接受咧係訪問表示咧，佢將於咧會面中向領導人。